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诞。当初刚开始做吐槽大会的时候，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破玩意儿能做到第四集上，也没有想到池子居然会有一天决定不再录吐槽大会了。最想不到的是，张老师却决定一直录下去。我们脱口秀大会都没请他，他居然装作无事发生就回来了，是吧？谢谢张老师，感谢你的回来，谢谢。想不到的事儿很多，想不到的事儿很多。我小时候泡录像厅看港片的时候，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我要吐槽上海滩的老大丁力，李小龙的师傅叶问，还有向华强先生的儿子向祖。我就感觉一个人在单挑港片世界黑白两道，是吧？我要打十个。好，来了，来了，向祖，恋爱综艺小达人，是吧？跟郭碧婷从相恋到结婚，上了三个这个恋爱真人秀节目，人家这恋爱谈的一路都有人给钱。其实那几个恋爱真人秀呢，都找过我，我还犹豫呢，我还正在犹豫呢。趁着我犹豫的时候，向佐抢先降了价，都接走了。我是非常费解的，大哥，你不是富二代吗？你怎么回事？你缺的是钱吗？你不是缺爱情吗？你干什么你？不过这个的，谁说这行不缺钱的呀？啊，行行，不太了解你们家情况，也不敢问，也不敢问，都行，向家都是对的啊。不过没关系，他抢走了我的几个综艺节目，没关系。但是随后，他又抢走了我的婚纱旅拍的代言。是的，没有错，向佐成为了我在电梯里的接班人。我刚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有点高兴，是吧？虽然是不能再继续服务客户了，我是有点难过的，但是我一想到向佐将要经历什么，我很难不开心啊。朋友，以后在大街上呢，你再被人认出来，就没有人喊你的名字了，他们只会看着你说想去哪儿拍，想去哪儿拍。终于要告别这个噩梦了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杨子，河北省著名的企业家，是吧？有钱人真的非常有钱。有钱人的生活呢，咱也不太懂。他干过一个什么事呢？他有一个去瑞士定做的特别的名片，就他这个名片里啊，内置了各种袖珍的工具，什么圆珠笔啊、小镊子啊，还有什么螺丝刀，你说是吧？就这么个破玩意儿，还要去瑞士做。你们河北就有一个人叫手工梗，你认识吗？杨子呢，就是人家有钱人，也附庸风雅是吧？搞古董啊什么的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讲话非常优美，啊，非常喜欢使用成语。他自己说的，他说如果在谈话中加入成语，就能达到一种雪中送炭的作用。同学们啊，我们来一起赏析一下，这个雪中送炭用的对不对？他应该是想说锦上添花，但是用了雪中送炭，就造成了一种画蛇添足的效果。你这个呢，就是胸无点墨，卖弄风骚，作茧自缚，干干尬尬，一堂简单的成语课送给你。当然最后这个成语啊，是我刚刚发明的，是吧？干干尬尬，这个就是用来形容杨子这个典故。以后你们翻开字典就看到啊，杨子用成语破折号，干干尬尬。喜不喜欢？可以抠出你名片的袖珍笔记一下，记下来，记下来。张伟丽，一个可以打十个甄子丹的女人啊。你们看过那个他们在网上的瓶盖挑战吗？很厉害，他跟丹哥都是蒙着眼，一脚就把那瓶盖踢开了，确实是有功夫，但是我不服，我就跟他们商量，我觉得这没有什么，啊，我们在现场，我敢把瓶盖放在杨子的头上踢，而且不需要瓶，是吧？我说你们敢吗？啊，大家纷纷都说敢，啊，就连63岁高龄的吕良伟老师，
也说敢，是吧？他还说敢踢两次。聪明的张绍刚老师说，我还敢让杨子叼在嘴里踢，是吧？杨子，这个就叫众星捧月啊。甄子丹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，出道很多年，大家从小就看他的电影，但是他一直在演配角啊、反派啊，直到43岁才大红，红到大概47岁的时候，《战狼》上映了。你们发现没有？就是我们的功夫巨星啊，是有一个传承的啊，李小龙、成龙、李连杰、甄子丹、吴京啊，一人一个时代。但是甄子丹在其中呢，就很像一个过渡时期，短暂而又不璀璨。啊、唐宋元明清，甄子丹在这里面代表的历史时期是五代十国。历史的车轮化身成吴京的样子，无情的在甄子丹身上碾过，是吧？只留下了一串正能量在空中回荡。哎，丹哥，丹哥说没说？丹哥的这个动作片确实很好看，《杀破狼》的有一场巷战戏，我每年都会重看，就是把吴京一顿打，说特别厉害。但是现在我们再想看吴京和甄子丹对打呢，就不太可能了，是吧？吴京呢就不跟甄子丹打，甄子丹碰瓷儿怎么办？是吧？吴京一打，甄子丹躺在地上，哎呀，来人呐，战狼打人啊！不给我51票房，我就不起来。来，甄子丹早年成立电影公司的时候，他自己拍过一个电影，这是真的，他自己拍过一个电影叫《战狼传说》。这叫什么啊？这叫什么？杨子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一语成谶、啊、一个课后练习啊。太狠了，写一下，谶不会写可以写拼音啊。叶问，但是叶问确实演得非常好，那个角色也深入人心。而且我觉得叶问这个名字一听就是一个武侠，很酷。这个名字叶问，叶师傅在他的武学道路上苦苦地追问，会是谁？究竟会是谁来扮演我？甄子丹？还有谁？还有谁来扮演我？啊，梁朝伟，梁朝伟可以，梁朝伟可以。说这些呢，其实今天是很感动的，站在这里非常感动。我们这一代人，港片就是我们的回忆，共同的回忆，是吧？宇宙最强甄子丹，还有吕良伟老师，啊，还有向佐代表的向氏家族，对不对？我直到今年都会觉得，你说你一年看不到一部优秀的港片，你都觉得哎，这年白过了啊。而今天来的这几位呢，今年也都有作品要上映啊，大家也都非常的期待啊。从12月5号开始，请大家一定要关注卡姆的脱口秀全国巡演，谢谢大家，我是李诞。你们现在这个为了写个破段子是吧？硬凑一个破梗，不惜把我写成土鸡。我为什么不能是土狗？大家好，我是李诞啊！气死我了！我土鸡，你张老师，你看你穿的这个样，大窟窿小眼子，就跟刚跟狗打完架一样。好像都说我。今天正式吐槽之前，今天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好朋友啊，薛兆丰老师，欢迎啊！欢迎欢迎欢迎！哎呀，你看这么大经济学教授丢人堆里根本看不出来是吧？仿佛没有来过，仿佛没有来过啊！我们今天的这些音乐人都非常的有代表性，地下的、地上的、啊地里的，是吧？还有这个黄土埋了半截但依然高昂着头的啊！我从小就很喜欢郑钧老师的范儿，就永远就是抬着头，是吧？就是然后表情呢，就是非常的痛苦，就感觉他就是就有一个什么是烦心事儿，但是呢又很骄傲，就是有给人一种啊就是。欠个钱但是打定主意不还的感觉，就永远就盯着天空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有一句话是人在做天在看，郑钧多叛逆，一听谁看我看看。大老师啊，
大老师曾经也是地下音乐人，被称为是中国摇滚乐第三代领军人，领的也非常成功啊。我们再也没有听说过中国摇滚乐有第四代啊，摇不过三代啊，摇不过三代，你就喜欢这种包袱的。大老师现在呢，肯定已经是地上了，但是你说他是地上音乐人吧，也不准确，你就感觉他就看着他就觉得是地上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人，就总感觉他在地上，这不是整个人就很难组装到一起，从身体到思想都是滑坡的一个状态，是吧？就像粥一样啊，娱乐圈的第一金句制造机，非常的作孽，给很多年轻人一种幻觉，就让人觉得哎呀，瘫在椅子上说点俏皮话就能过上幸福的人生，是吧？这能行吗？这除了大张伟，有人能做到吗？我可以。大老师经常上综艺节目啊，他自己说上综艺呢是为了赚钱养音乐。据我了解，你光从效果文化赚走的钱养个孩子都够了。你这个音乐这么难养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他要是这么难养，可能就是到个离开的时候了。大老师就拔管吧，好不好？让他们去天上守护着我们啊！上个天堂的人肯定也想不到，到个天上还要听大张伟的音乐，是吧？这真是天空飘来五个字儿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这都是。陈楚生，当年快男夺冠之后，被三亚选为旅游形象大使，这个是十年前的事了。三亚今天要是再选旅游形象大使，那肯定会选择护栏啊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护栏是东北人啊。其次，护栏是脱口秀大会的第四名啊。当年呢，张杰就是第四名啊。三亚是不会选错两次的哈。陈楚生前段时间，也不是前段时间了，就是他闹过一个很大的新闻，就是跟天娱解约嘛，哎呀，就是旷日持久的官司，那个赔偿金啊，从2200万一路飙升，涨到227个亿，227个亿，真的。但你看后来陈楚生也跟湖南卫视也和解了，说明这227他很有可能是给了。你这些年在三亚炒房了吧？都是我们东北人民的血汗钱，是吧？为啥解约呢？他当时解约是为什么？就是有一个大型的晚会，在晚会的前夜，陈楚生不告而别，所有人都联系不到他，非常的不职业。直到今天，他为什么走，都是个谜，没人知道。很有可能当天有楼盘开盘，是吧？我来看看。音乐人脾气都不是特别好，都很古怪啊。像郑钧以前录综艺节目也有过中途愤然离席，但我发现音乐人的脾气啊，好像是跟才华是成正比的。你像以郑钧的才华就可以愤然离席，陈楚生不告而别啊。你再看叶培就只能默默消失啊。Cindy 就驱逐出场啊。对不起啊 ，Cindy， 对不起啊。他还是个孩子，他才19岁，是吧？虽然你们也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19岁，我今天其实今天只有你，我是一句都不想吐槽的。我甚至都觉得这节目就不应该请你，我就直说了吧，所有节目其实都不应该请你啊！你出现在娱乐圈就是个误会啊，朋友。他甚至都不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了，纯误会是吧？气死我了 ！Cindy， 你知不知道，就是很多节目请你们，就是想看你们笑话，就是想消费你们，包括这个破节目都没安什么好心，是吧？以后就不要接这种通告了，好吧？你都知道啊？那可以，那可以，我也是这样，是吧？我也是，谁笑话咱们就挣谁的钱啊，特别好。郑钧前两年拍了一个电影，叫《摇滚藏獒》，我刚开始还以为是他的自传。哎，我觉得哎还挺巧妙，是吧？把自己比喻成藏獒，守护着摇滚乐，是吧？很贴切。你看他胸很高傲，披头散发，回到拉萨，是吧？很合适。打坐，腿麻了吗？郑老师，实在不行就放下，没事，这也挺味儿的。咱们，他说他自己常年打坐，内心变得很平和，
啊，一点看不出来哈，完全看不出来。赵老师呢，在他不平和的那些年里，经常点评乐坛，啊，曾经说周杰伦很火，但是没有思考，啊，说周杰伦的歌呢不能让人去反省生活。我发现老一辈的摇滚人就很喜欢让我们反省生活，他们的观点说白了就是，你按他的活法，你就是对的；你不按他的活法，你就需要反省，啊，好像也不只是老一辈摇滚人啊，老人都这样啊。奇怪，就突然就搞了。我朋友圈里很多人都分享郑钧老师的歌，直到今天，我也经常会分享他的歌。我觉得人家有这么多经典的作品，是有资格嘲笑现在的乐坛的，对吧？但是很好玩，据我观察，分享郑钧歌的人啊，一般都不太快乐。但是分享周杰伦的歌的人呢，哎，感觉心情就不错。那么人活着到底要不要没事就反省自己的生活？今天来的人，我觉得最自信最快乐的人就是 Cindy， 他甚至都不认识郑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想，我有时候不快乐是不是小时候听了太多的郑钧的歌，我是不是应该以后就听算我宁可不快乐，好吧。不快乐挺好的，不快乐挺好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说，都是胡说，我根本不懂音乐，都是完全是胡说。我呢算稍微懂那么一点点快乐。2020年2月开始，我们的脱口秀全球巡演就启动了，希望大家一起来快乐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李诞。丹姐好，好久不见。李诞，木子李，荒诞的诞，记一下，好吧？化成灰都认识。第四季吐槽大会，我觉得终于来了两个配得上吐槽大会、真正值得吐槽大会的这个嘉宾，是吧？朱丹、李国庆，其他人没什么事先回吧。好嘞，好吧，用不着你们啊。李国庆，李总离婚闹得满城风雨，还没离呢，还没离。哎呀，这个祝你早日成功，好吧？成功成功，加油加油！来早了。离婚，他从家里拿走了1.3亿，然后他说自己是净身出户。你对净身有什么误解？你这个身体也太不干不净了。我说是百亿资产，我才拿了1.3亿。李国庆对人生的误解特别多，是吧？刚刚这个傻白甜也说了哈，李国庆说自己是傻白甜。哎呀，听说他是傻白甜以后，那些真的有点傻白甜的女孩当场就变得聪明了起来，是吧？变得又聪明又黑又闲，是吧？著名的傻白甜杨超越当天就考上了清华大学，啊，就为了躲开你啊。他还有个很著名的话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李国庆说他有本事啊，10分钟就让90后在自己的怀里哭。这个确实是真的。李国庆呢，用10分钟通过这个综合格斗术啊，把90后困在自己的怀里，是吧？90后就开始哭：“你放开我，报警啊！”哎，李诞，这个呀有点吹牛了。我不解释，不用解释，你看这留在法庭上说好吧。没饭给个面子啊，哭一次啊，哭一次。我马上哭，马上哭，马上哭，一秒落泪。离婚闹得确实太凶残，我也不懂，我咱们这普通人不懂人家这种企业家之间的离婚。我觉得就是两个企业家在一起都太强势了，你说好聚好散嘛，一人退一步，是吧？有那么大事吗？彼此说一声对不起啊，说一句 sorry， 很多事情就过去了啊，至于吗？李文翰啊 ，C 位出道的偶像，他那个节目上一位 C 位出道的是蔡徐坤，你这个两个人对比一下，你就觉得蔡徐坤出道的时候是不是把 C 位给带走了？你怎么原位就出道了呢？你看你往右边看一下，俞灏明哥哥哈，俞灏明呢就是10年后的你，那挺好啊，是吧？挺好，就对我就是告诉你很好，就是不需要大火。对，不需要大火也可以有工作啊，还不是大火？哎，那工作太多了，是吧？是吧？娱乐圈是一个很公平的地方，只要赖着不走，就会有好事发生啊。
俞灏明这个是其实是我很佩服的人，大家都知道他经历过一场意外火灾，然后非常坚强，浴火重生，我是真的很佩服，真的很佩服。哎，咱们说到这个浴火重生啊，你看这个李总啊，丹姐，你们那么多人生的问题，也不知道该咋办，要不要主动奔赴火场，是吧？没有什么问题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。我们今天还请来了金龟子姐姐啊，所有人的童年回忆，这是张绍刚跟朱丹见到都要叫一声前辈的主持人啊。刚在后台就是张老师说，哎呀前辈好前辈好，金龟子姐说，哎你好你好，不敢不敢啊。朱丹说前辈好，金龟说，哎不敢，哎不要再说了啊。你见过金龟子发怒吗？我叫不出来你这样的小朋友。很早就想请丹姐来了，最早呢是想请她跟她的先生周先生是吧一起来，然后她说，哎我是挺愿意去的，但我们家周先生不想去。我说但你自己来做主咖有点不成立，她说你等着瞧。等着瞧，这个丹姐呢，其实她今天还是不太敢来，很忐忑。她觉得她那几次主持事故真的有点严重，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大家的原谅。我说能不能得到大家原谅，我也不知道。但你得先认个错啊。丹姐就说：“对，我认错了，我全给认错了。”他那些认错里是吧？我最喜欢的就是他那个丑笔差，是吧？就是。简单的念一个名字就能引发对方强烈的不适，你说这多么适合吐槽，你好了不起呀朱丹。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，丹姐曾经是浙江卫视的一姐啊，王牌主持人，后来到湖南台啊，结果在一次节目里把人家湖南台的电话号码念成了浙江台的。你说你这个就是有历史沉淀的傻白甜是吧？今天来录正大综艺感觉怎么样啊？脱口秀大会挺好看。在浙江卫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，他的王牌节目就是那个我爱记歌词啊。他离开了浙江卫视以后，我爱记歌词这五个字啊，基本上都忘了啊，忘记了歌词，忘记了记，甚至忘记了自我，唯独收获了一份爱，一份没有自我的爱，很卑微的爱了。这个丹姐呢一直管周一围叫周先生，她还总引用周一围的话。我俩第一次录节目她就一直在那，哎呀周先生曾经说过啊，周先生曾经说过。我在旁边觉得我就好别致啊，我第一次就发现有人管鲁迅叫周先生。他叫原名，太有文化了你啊。这个卑微丹啊，这个名词确实啊，不才是我首先提出的啊，不用客气不用客气。我当时就是随口一说，我就开玩笑，没想到引起大家那么强烈的共鸣啊。然后网上一开始还有人让我给他道歉，说我引发了一场网络暴力啊，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后来他频频主持事故，网友又来给我道歉，说有些雪可能就是该崩。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，不好意思，就确实不好确实不好，我这个真的是开玩笑，就是卑微单什么的。我觉得两个人的事儿啊，外人说什么都是多嘴，以后我也建议大家在网上不要议论人家哈。两个人的事儿你一个人总说什么，没事别总提，对不对？丹姐你说这两个人的事儿你一个人总说什么呢？啊对哎啊好啊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又有点雪花啊。这个确实是很多事情啊，在网上隔了一层之后就会容易给当事人造成困扰，我也在这里呼吁大家多一些理解。丹姐呢最近的精力都投在一个纪录片上，也是一个呼唤理解的纪录片，拍普通人的，不拍明星啊。我作为一个客观上给他造成过很多人生苦恼的人，在这里呼吁大家多去关注他拍普通人的纪录片啊，毕竟普通人的名字念错了呢咱们也不知道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李诞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李诞。这么大个导演，怎么老偷穿我衣服啊？真是。啊，
啊，王晶导演，这个去年来过一回，有印象吧？来了，让我们一顿讽刺，回去痛定思痛，2019年一口气又拍了6部烂片哈。我这太这我今天都不太敢说了，太叛逆了，这个大哥。我们去年王导，我们说你什么？你看他去年拍那个电影叫什么？《唐伯虎点秋香》，2019，还拍了一个《新河东狮吼》。你上次来，我们说你这个炒梗饭啊，吃老本啊，是吐槽，他不是人生的建议。你怎么还拿他当锦囊妙计了呢？你真是你，服了。王晶在这个港囧里客串过，扮演一个导演。你很难不觉察到其中的讽刺意味，扮演一个导演，也许王晶在现实中也已经演了很多年的导演，我们都没有发现，是吧？艺术源于生活而等于生活。我在微博上看啊，就是那个导演那个角色，徐峥一开始是找了这个周星驰拒绝了，找了王家卫、吴宇森都拒绝了。听着就很像我们吐槽大会邀请嘉宾的过程，是吧？今天他来，我们也是请了什么黄渤啊、宁浩啊，都拒绝了，最后请了王晶，王晶答应了。王晶在所有意义上都是娱乐圈的底线。贾冰是这个某节目的某喜剧节目的冠军啊。我说这个某节目呢，不是不愿意提，是我实在区分不出来《欢乐喜剧人》《寻找喜剧人》《笑声传奇》什么《笑傲江湖》的区别，是吧？这些节目呢有个共同点，都有嘉宾。然后还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到最后都总要煽情，你就感觉有一半的小品都是照着那个艺术人生改的，看得你特别费解，说不是说好个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吗？怎么外壳也悲剧了呢？而我作为一个这个初学者非常的困扰，说经常看，你说这个远看是悲剧，近看是悲剧，打他他不走，拖他他才走，你猜是什么喜剧啊？我想不到啊，想不到。前几年这一大堆喜剧节目把我国的喜剧人才基本上就耗尽了啊，这个热浪过去，大浪淘沙，到了今天我们还能记得的，那才是真正优秀的喜剧人，是吧？比如说这个沈腾啊，还有黄渤，是吧？赵胤，钢琴家。咱们现在中国最出名的钢琴家肯定是郎朗啊，但是在内行人的眼里啊，也是郎朗比较好。这确实是这样的啊。赵胤呢很喜欢美食啊，就到这种狂热的地步。他在纽约住的时候想吃披萨，买张机票飞到欧洲，吃完再飞回来。你说这个没有外卖啊，人的精神是容易出问题的哈。你这去飞到欧洲的时候，有没有注意到旁边有个人喂鸽子什么的？他跟你一样，他也是待一天就走哈。你们都是这个一个文学流派的人哈。李庚希今年19岁，2000年生人，就是他出生那年，《春光灿烂猪八戒》还没有播出。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没有看过《春光灿烂猪八戒》的人。但是当他听到有人叫徐峥猪哥哥，他也并不觉得突兀。很贴切，是吧？很贴切。这年纪太小了，就是泰囧上映那一年李庚希才12岁。你知不知道，就是那一年徐峥是中国电影票房历史冠军，很短暂的一段历史。就像你乱扔的烟头一样短。泰囧票房第一次，那个是第一部破10亿的中国电影啊，我很有这个荣幸。泰囧票房破10亿的那天晚上，我有幸正在跟徐导一起吃饭，一个聚会，一开始大家吃的都很热烈，吃着吃着呢，徐峥收到一条短信之后，整个人气质原地就变了，看了一眼坐直了，说泰囧的票房刚刚破个10亿，你们先吃，我走了。我说徐导你不吃了？我怎么能吃这些东西呢？徐导，你去哪儿啊？你上哪儿去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觉得这里容不下我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
徐导是一个非常非常谦逊的人，那天他就是很开心，非常谦逊，一直跟大家敬酒，什么哎呀这个泰囧取得这么好的成绩离不开大家的支持，我下一部电影大家也一定要支持啊。等这个港囧出来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是吧，发现了徐导不光是谦逊还很诚实，这个确实是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啊。这个电影是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就是徐导一不小心拍出烂片的时候啊，其实他付出的是跟拍佳作一样的努力，但是观众呢有时候就是不买账，这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创作者永恒的困境，没有一个创作者是为了拍烂片而啊，不好意思啊，王晶导演啊，对对对，忘了你在这儿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忘了这个，就是很奇怪，我就觉得，而且这个才华在一个创作者的身体里，我就觉得它是流动的。它也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，你就感觉才华在一个创作者身体里就是不停的雇佣，它有时候雇佣出来了呢，你就感受到了；有时候呢，就很容易就多了，有时候就少了，是吧？你得恰到好处，观众才能跟你一起雇佣。你像徐峥导演，最早是一个话剧演员嘛，非常的厉害，但是他早年间的话剧作品呢，都属于才华雇佣的太多了的那种，太先锋了，观众都不理他，差点饿死，然后就去搞个影视剧。那我是生活在上海啊，我非常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很希望2020年徐导能够回到剧场啊，再演一些话剧，就当是为了我啊。那我是什么东西呢？我是观众啊，谢谢大家，李诞。